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树上骑着一个猴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没病你就走两步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不是大款就伙夫。红松手黄藤酒，大爷这个真没有。你管谁叫大爷呢？这小助手的答案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倒真希望我是你大爷，我就不用为你操这么多的心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气我了，赶紧出去给我买教科书去吧。哎呀，不用出去买，小助手就能帮助我了。小助手，小助手，麻烦你帮我订一套小学生课外辅导教材，哎，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全一册，好吧？谢谢啊，嗯，搞定，同城快递，一会儿就到。你还跟他嗯啊，还挺亲。哎呦，我这不就跟人家客气客气吗？你瞧您这事儿也挑理。我说你这小助手啥事都能办，是不是？那当然。来，你借我用用。你要干嘛呀？小助手啊，嗯，小助手啊，你好，我有一个闺女，二十大几了，到现在还没对象呢，天天在家玩电脑也不出去，你说她这样事儿的，这辈子还能结婚不？哎呀，我知道您什么意思，您不就是天天看我宅在家里边啊，也不出去找个对象，怕我嫁不出去吗？那我不得碰着那有缘分的吗？你天天在家这么宅着，能碰见有缘分的吗？啊，要想碰见缘分，你得出去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老让我出去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老出去干嘛呀？我这一天到晚这么多事儿，怎么会没什么事儿？怎么多事儿了？多少事儿？我一手机连上互联网，我全都能搞定了。我干嘛要出去呀？再说了，我一时尚浪尖上的青春美少女，万一出去碰见色狼了该怎么办呢？你对得起我妈妈？都不是我说您，真是的，你想开你。行行行，我说一句你有三句在那儿等我，我说不过你啊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老年人不懂，你随便吧。你好，我是同城快递小飞侠，请问您的网名是叫飞翔的六舅吗？我的网名是奔跑吧三大爷。哎哎哎哎，我的网名是飞翔的六舅吗？你好，那个这是您要的辅导书，一至六年级的，那个请您签收一下。好嘞好嘞。啊，这么快就送来了？那可不，给您，谢谢啊。哎哎，你不是那个谁？你不是那个？我想想，你让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我。你叫小土豆。大辣椒。哎呀！太有缘了。不是，这在干啥呢？这就是我那时候跟您说的那个初中时候我暗恋的那个对象。啊？就是你那个腻腻歪歪的日记里写的就是他啊。哎，大辣椒啊，你刚才说你暗恋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哈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别以为我就没有暗恋过你。真的？那什么，晚上咱们一块吃口饭呗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。有，这咋还跟机关枪似的呢？他那是烫着了。那个，我收拾收拾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等我，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啊，好嘞。